这一个圈啊。不是，你先这个，先这个，对，先这个，身形走，身形走，剑就走，你不要去走剑，哎，啊，因为你身体没跟，你的身根部没跟上，你就怪怪了，听不懂？我的身形走嘛，我这样子。我剑在这边，我的身形怎么走，他就照身形走啊，啊，这个他，你这个圈刚好剑下来人下来，啊，所以白色浮草的这个，你看这个。好，然后这个走到这边收腿出去，啊，所以一个是这里，一个是这里，你转这个圈到这边刚好人啪下来这里，啊，那这个地方是这边收腿过来，啊，所以深根部剑。都要协调好，慢慢练就顺了，啊，你好，还几分钟教他们一下旋走。